今日台湾富豪孔清平上传咗同佘诗曼、舒淇等香港艺人喺内地开派对嘅相，同香港因新冠肺炎严重而要遵守限聚令形成一大对比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好多香港艺人为咗方便工作，已经早早搬咗去内地。今次陈小春、应采儿夫妇同埋钟镇涛等人都有现身，喺相里面可以见到咁多人齐集咗上海打边炉开派对，仲开足19支酒，气氛热闹啊！